有啊，有一個就是因為去到打波嗰日啦，咁我就要同阿姜話不過我哋 one on one 啊咁樣啦，因為前一日大家有互相挑機咁樣啦。咁阿姜咧係非常之準，第一球就入咗，跟住佢就走咗啦，跟住佢就唔俾我復桌咯。即係呢個係非常之我喺度向即係阿姜再講多次，希望俾我復桌，我會贏佢。你即係知啦，即係想約佢再 battle 啊嘛。啊，佢咁忙啊，應該即係有機會咁啊，俾我復下桌咁樣咯。會贏佢咧？你都會有信心嘅。我覺得是因為大家互相都打籃球，所以有那份即對於對手的尊重，即大家都認真地 battle。 只不過因為那段時間即不許可，就只得一球，阿姜就很準地入了那一球，都證實了的，阿姜打球是即很厲害的，即對他的球技，阿姜打球真的，因為季前賽的時候也有打過嘛，跟住去到今次再打，其實都真的厲害的，都真的厲害的，即係射波都真的準的，我覺得係。係啦。你都會喎，真係，即係因為可能我都打開波啦。我覺得即係 overall 全部打波嘅男仔其實都有嗰份 charming 喺度，係。咁而家 fans 係好搞笑，因為嗰日原本我哋係要拍籃球場先嘅，咁因為佢哋嗰日旅行啦，咁所以就即係一堆，我哋有圍咗幅布咁樣去唔俾，即係去擋一擋，但係佢哋 keep 住咧喺嗰啲布底，即係而家我哋手兩面都有牌啦，但係佢 keep 住啲布底咁樣瞓喺地下咁望啦，好搞笑，即係全部啊姜頭姜頭咁樣，跟住姜都 keep 住 say hi 好 nice 咁樣係啊。應該都有小學生認得你。都我諗即係阿姜喺度，一定係嗌阿姜先，咁我就唔 sure 係啦。我又冇問佢喎，佢就係趴喺地下，咁我見佢，小心啲啊，即係唔好辣親佢，嗰陣好熱個地板咁樣咯，係啊。咁你而家會有機會同阿姜真係合作，即係全民一次過。暫時我就未收到風嘅，咁都希望啦，咁當然希望有機會都會希望，即係拍下籃球嘢都好啊，即係大家中意打波係啊。咁又唔驚嘅，咁一嚟即係工作啦，戴翻頭盔先。咁二嚟其實阿姜嘅即係姜糖門都好 nice， 即係因為呢條片就係出啦，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喺 IG 上面 tag 我啦，咁我都有睇到，咁其實大家啲 feedback 都好啊，咁都好 nice， 咁我都唔擔心嘅係。入波嗰下覺得衰鬼真係好鬼準啊，咁嗰下就俾佢參親咯，都會嘅係啊。你都打籃球啦，佢哋早幾日冇 Eden 同阿 Stanley， 佢哋冇見阿尼拿特嘅，你有冇呷醋啊？即 NBA 嗰個。唉，真係都有啦，我都想啊，係咪先？即係有關籃球嘅，我都會呷醋啊！老實講，即係有關籃球，我就好想參與。咁都想有機會，即係好似佢哋咁同 NBA 啲巨星，係咯。唉，最想見嗰、那個，好可惜地已經離開了啦，係啊 ，Kobe Bryant， 我如果我自己嘅話，真係，即係我以前中學嘅時候真係非常之中意佢咁樣，係啦，咁，但係佢曾經我有發夢夢到佢咯，即係當佢，即係好耐好耐之前，即係佢離開咗之後，有一次發夢真係夢到佢過嚟教我打波咁樣，跟住喊到呜呜呜，好似成個夢都喊醒咗，係啊，都真係發生過啲咁嘅嘢。現役我真係，因為我入行之後就好少睇 NBA， 所以就少啲留意。好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